做到所谓的戴口罩跳舞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是执行困难。不共餐实名制今天开始解封，我们的原则不一定会跟中央一样，我们会尽量一致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台北市不需要自己骗自己。今天开始，相关的活动中心这些50人以下不共餐实名制今天开始解封。那今天我们宣布的是下个星期，就是从5月25号，因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多天零确诊了，那连续34天没有本土的病例哦，所以我们现在第二波的解封原则，只要在这个疫情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原则上实名制不共餐的原则不变。那第二波的室内活动，我们的人数提高到100人，我们可能会在今天晚上7点，我们会在中山分局的大礼堂，我们前天开始邀请了相关的业者，我请通知他们今天晚上到中山分局来，我们要开一个他们的副业申请的说明会，依照中央的，我们会确实的执行实名制、消防安检、公共安全，还有相关的防疫的作为。我们会希望在晚上，除了宣布市府的政策方向之外，我们也希望听业者他们执行上面的意见。目前为止，夜店跟 KTV 也没有办法做到要求他们保持完整的社交距离，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特殊的行业里面，你要做到所谓的戴口罩跳舞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是执行困难。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认为实名制会比去做一个完全无法执行或执行非常困难的来得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会用最务实的方式来面对，而不是做一个可能只是我们政府部门觉得好像符合了，但是他们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台北市我们不需要自己骗自己啊，我们不能去执行一个本来就是只是要形式化，或者是为了符合这个规范而做一件大家都不相信他会做到的事。所以你要一个舞厅跟酒店设隔板，这个事情我也不认为他们做得到。我们希望他做到的是实名制，他真正发生状况我们能够找得到人，而不像有一些实名制做得不确实，到时候是你看这次酒店的话，他是因为很多人找不到，所以他们用封的方式。那以后确实是找得到人的话，就是很清楚的意调对象。为了防疫的来讲，这个比可能做不到那些事情更重要。我们的原则不一定会跟中央一样，我们会尽量一致。